后来你有没有看过把美金欧元拿来当卫生纸呢？其实真的可以这样子哦。啊，水倒了。那这张哪去擦？哇，美金哎。哇，这么豪气，是钞票如卫生纸。哎，等等，原来它真的是卫生纸。左看右看，这些卷筒式卫生纸怎么这么苦手？不是印上美金、欧元，就连诗句、蛋糕图案都有。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一格一格的数独卫生纸，使用前还可以先动动脑，好玩又实用。询问度很高啊，客人来的时候就是会问说，苦手的卫生纸，客人一次拿了大概四五个的量啊。充满枯手的卫生纸，不过价格可不便宜，一卷要99元，跟一般纯白色卫生纸价格相差快7倍。卖的其实是创意，而不是纸，更从国外风靡到台湾。中央新闻张浩凡、陆怡，台北采访报道。